宽敞舒适的活动空间让游客到访，无论是亲子互动、讲座进行、品尝下午茶以及办活动等都有了提升。潮州四零卫生室进行场地升级，不仅空间更宽敞，整体也做了整修，展现更多元的样貌。希望之后客人来有更大的空间，然后在无论在餐饮或者是在做手作，可以在户外，然后可以看看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外面有什么不一样跟自己？之前是外面有就是水泥地比较不平，那我们整个就整修修平之后，然后还有一些小舞台，那未来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可以勇敢的展现自己需要舞台的都可以来到这边然后做表演。除了宣告整修完工重新营运，卫生室搭配即将到来的情人节也推出限定系列礼盒，包含有可可变色唇膏、面膜、柔肤霜等，各个种类应有尽有，不管是送给男生女生都可以，不管是老公老婆女朋友，这个也可以送给男生使用，女生也好，老婆更 OK。 如果要爱老婆送老婆情人节礼物的话，当然我们有美妆礼盒，对，那我们的可可脂都是非常棒的，都是有得名的，对，那我们理事长就是专门在做零后可可的美妆系列，那无论是送老婆送情人都很棒，那巧克力也是一样。业主强调，像情人节前夕很适合情侣或老夫老妻一起走访，享受社区惬意的氛围，点上一份充满恋爱滋味的点心或饮品，把浪漫的可可系列产品保养礼盒给带回家，也会是个不错的过节选择。记者卜婷、杨正义采访报道。